最现实的实境节目。在市场学角度，其实我还没看到你的业务有任何的竞争优势。当梦想面临残酷挑战，我觉得你有理想其实是好的。这是一个现实的社会，我是给你一个考察。究竟谁能通过各方评审考验？我真的没想过这个世界可以这样做生意的吗？走向成功的创业之路。这个生意是投资少，回报是几大，所以我会给一个定。我要做老板，就在 Nice TV。